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 台服天堂在稍早之前竟然公布了 Gamma Coupon 活动资讯抢先报，他这一次公布了五张赎回啊，就跟韩版之前死神四周年一样，是四张的通用 TJ。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四张有没有跟韩版有什么不一样。首先第一张就是一般装备复原，他有分长期跟短期，但是他这个是二选一的。长期的意思就是从开服到8月18号，短期的意思是8月18号后到9月15号，两个时间点给你选，但是只能二选一来赎回一般装备冲爆。那这一般装备就是蓝色以上的装备啊，这个就跟韩版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接下来的话一样是变身跟娃娃再次合成二选一，那一样是通用的，12月11号开服到2021年8月18号，也就是今天维修前你要点下去。那等一下晚上小 P 也会开台来和我第二次指变哦，那大家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那个开台的时机以及台韩日版三版的改版资讯。那如果有要报名勇者的，也欢迎在开台的时候报名。第三个的话是 Gamma Coupon 龙之钻石冠，这个是从2020年的8月19号到这一次的维修前，那这个跟那个韩版当初是一样，就是一年的时间。那这个龙之钻石罐就只能用商城买的龙之钻石跟龙水，你有吃下去它才会返还。那公式是如何 ？NC 那时候也没有公布，所以也不知道。接下来的话就是浮石复原，那这个浮石复原的话，它是一样是一年的时间，从2020年8月19号到今天的维修前。OK， 那你今天如果浮石你没有想要复原的话，你也可以把这个 coupon 券拿去做浮石转换石。OK， 最后一张则是商城装备复原，一样是通用从开服到维修前。那这五张的赎回基本上就跟韩版当初四周年的时候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死神应该是9月的时候会开，就看一下明天后天或是下礼拜有没有开预约登录啦，不然的话没事不会开这么多的 coupon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台版的改版消息啦。那晚点的这个每周的完整公告也会帮大家来做重点分析。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以及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小 P， 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